今天是国庆节，然后在很多怎么说一些节日的时候，咱们传统节日里会出了一首歌，叫做我出了一首歌叫做《时节》，有没有人答对？刚才有。好嘞，你们真棒。好，那这首《时节》，希望我们每一次相遇都是最美的时节。谢谢。